好的，各位亲爱的小老弟、老铁们，过来聊。那今天这一集呢，是回答小老弟妹的问题哈。那我之前有做过这个清水断食的实验哈，我大概测了二十几天哈。那还是有一些小老弟妹，他有一些问题。那他们现在普遍是在问说，那我如果不要做那么久的时间，大概几天会有成效哈？那症状是什么？那我也是建议你们先从短期的开始啦，我会建议你们先从间歇性断食，就是可能什么168啦之类的哦，16个小时不要进食，8个小时进食，又或者是说你们先从减少餐量哦，比如说早餐不吃啦，或午餐不吃，减少一两餐，慢慢来做哦。那还是要量力而为，看你自己身体的状况，最好是搭配医师哦，因为现在这个毕竟还是跟主流的医学是有一些违背的，可能会有很大的阻碍的声浪啊。不过我测试是算还蛮好的，就是说总而言之你们就是量力而为啊。那就是小老弟妹就说到底几天会比较有成效啊。那我近期又测一次啊，我来回答这个问题，还有就是身体会有什么状况啊。那我发现就是说这个水断食啊，我认为三天它才会有效果。那你一般的文献大概是说2天48个小时，身体会产生什么自噬细胞啦，又或者是说就是什么有一些返老还童的基因啊，这相关的这些影片或知识，你们可以上网去搜寻哦。那但是我是认为可能2天不够，我发现在第三天的时候会比较有一点效果哦。前两天我觉得它会在有点像是在排水跟转换身体的机能哦，所以如果你说真的几天有效果，我认为是第三天开始以后会比较有大的成效哦。好，那它的三天就是说这个变化有什么，我就分为以下这些来讲哦。首先的话就是排水哦，排水的部分就是我发现大概前一两天就是我身体一直在排出多余的水量哦。其实我来讲一下说这个清水断食，就是我觉得我们平时的这个摄取的水量也太多，所以我建议你们就是水的部分喝少一点哦。我大概都是喝500到1000，所以在断食的过程我大概就含一口水哦，每次想喝水的时候我就是含一小口这样子而已哦。所以每天大概是500到1000，因为你想一想哦，你每天如果这样子吃任何的东西它都有水分，那你们用教科书的又喝2000-3000cc 的水，你其实每天的摄取的水量真的是太多了哦，4000-5000的水导致很多人的肾脏也是负荷很大哦。所以我觉得就是水不要喝太多哦。那我发现断食的过程哦，水断食的过程前两天排水一直在排哦，一直尿尿，然后你会发现眼睛也会一直流眼泪哦，它好像像我的眼睛可能平时也有比较不好，所以它都会一直在流眼泪排水哦。所以前两天大概是排水，第三天的时候就是眼睛就比较不会流眼泪了哦。所以我发现它的状况就是三天的话前两天在排水，第三天就是比较正常。然后再来是清肠。清肠呢就是说我这几天尤其是前两天，你会发现你的肠胃会一直在蠕动一直在动，一直在搅动，好像它想要吸收东西，但是却没有东西可以吸收，所以它也会伴随着一些抽搐跟好像一直在蠕动肚子一直在发热，这些都是正常的。我觉得他可能开始在吃自己肠子里面或这种消化系统里面的一些脏东西所以那个感觉蛮不错的，就是你把它想象说他在清除你大肠啊或一些肠胃的一些垃圾东西那现在我们国人普遍很多那种大肠癌啊或一些什么的疾病，我觉得偶尔给他清个肠这种搅动是正常的然后再来就是醒脑，就是过程中因为你都没有吃东西，你就发现你会伴随着一点点轻微的头痛，然后你会发现头脑会变得很清晰那其实我们头脑
好像研究是指出说，我们的头脑比较多是摄取糖类。好，那因为现在它开始前一两天，它才开始在转换我们的那个能量的系统，它会同化。好，所以你们说一些生酮饮食的意思，就是说，当它没有糖类的东西的时候，它转换成用酮体来供应养分，就是用我们身体的脂肪来，它会有一个系统的转换。所以他在适应，所以我觉得会伴随着一点点的头痛。然后但是这些你会发现，因为没有吃东西的时候，你的头脑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清晰哦，就是思路什么都会变得很好啊，不会像以前吃得很饱就昏昏沉沉想睡觉，你的头脑会变得很敏锐哦，决策会很快哦。然后再来就是效率。效率就是说，因为你没有吃东西，你的头脑决策又很快，你做任何事情哦会非常有效率哦。比如说你一想到说我等一下要做什么的时候，你就会马上去做，然后做的时候又会做得很好，因为你没有吃东西。以前你吃东西昏昏沉沉，你就想睡觉，不然你就会想要拖延。那你现在没有吃东西的时候，我觉得行动力跟执行力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做事变得非常有效率哦。我觉得应该是一般以前做事的2到3倍哦。以前就会想一想，就是啊算了不做哦。那断食的过程，我发现我一想到什么，我就会马上去做，所以后面就会产生我们说会变得比较积极哦。所以也有一些文献会指出说，断食它也会治疗一些忧郁症跟一些那个精神的疾病哦，因为它会把你导向比较正面哦，正面的效应哦，所以我觉得会变得很积极，做事会很快去把它去行动去做这个事情，而不会在那边拖延哦，然后心态也会比较正面哦。好，然后再来就是消炎，消炎的部分就是说，你身体可能有一些痛啊，或者是一些肿胀啊，或一些什么，你会发现好像都会消掉哦，就会比较不会痛。然后它其实前一两天它还有一个机制哦，就是如果你身体好像哪边有问题，它会先把你提出来哦。哦，比如说像我有时候忽然前一两天我的腰啊，或者脖子啊，或者是膝盖啊或脚，它会忽然有一点疼痛哦。那个疼痛它过了大概到第2、第3天以后，它就不见了，而且会不见了以后，你会发现那个部位会变得很舒服哦，变得很好。然后消炎的过程，你也会有一些皮肤啊，像一些过敏啊，或者会痒啊，它也会不见哦。还有就是有时候你的头发、啊、头皮很多头皮屑的哦，你会发现也头皮屑都不见哦。你除了不用太洗澡洗头以外哦，你的一些皮肤的一些问题哦也会不见啊。所以再来就是我们讲皮肤哦，它因为你还有前一两天一直在排水。好，第三天它开始渐渐的比较恢复正常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皮肤变得很紧致哦，就是还有你一些皱纹啊、一些眼袋啊或一些什么，你会发现会消掉，它会变得很服帖。好，当然没有说完全是变得完全不见了哈，但是你会变得容光焕发哦，跟以前变得会不一样哦，你就根本拍照都不用修图了，它会整个变得很紧致，然后很光亮。然后比如说你的脸本来是很油腻的哦，你大概到第2、第3天了以后，你的脸哦，你会发现它是摸起来是光滑滑顺的，就是它会去调整你的这种油脂跟一些皮肤的一些平衡哦。再来就是说眼睛的部分，好像我眼睛有时候我睡觉醒来啊就会模糊啊，或者是视力就是常常觉得会有眼屎啊，或者一些什么。我们所谓的老人一些什么老白油啊，或者是眼睛油油的模模糊糊的啊，他在前一两天他眼睛会一直排水哦，像我有时候会一直流眼泪哦，他会把多余的水分把它排出来，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视力啊在第三天的时候就开始变得很好哦，然后就不会睡觉睡醒的时候就不会有什么雾雾的，他睡醒啊或任何时候你的眼睛都是明亮的，不会像以前说会有什么眼屎啊，或什么流什么眼泪啊，都不会哦，或者什么模糊都不会，不用去搓揉哦，不用说睡醒还要把眼睛揉一揉才看得清楚哦，他一醒来就很清楚了。再来是口腔的部分，就是你如果用舌头去舔你的口腔，你会发现它有一层薄膜以外，像我以前吃东西，它口腔很容易会破皮或者是肿胀哦，它会变得很紧实、很服帖。
好像整个都是消炎的感觉哦，就消下去，哦，就会口腔变得很好。另外牙齿会有一层，你用舌头去碰牙齿会有一层好像薄膜的东西哦，保护你的牙齿，哦，牙齿的状况也会变得很好。另外就是说口中可能会伴随一点苦苦的一点味道哦，那我认为那个没有什么关系哦，因为可能没有吃东西，它有分泌一些可能一些酵素吧，还是什么，就是，我是觉得嘴巴内会有一点苦苦涩涩的味道，但是是正常哦，牙齿也会有一层薄膜，也不用太去刷牙哦，就变得很不错哦，所以断食你的皮肤牙齿都不大需要刷牙、洗脸、洗头，什么都会省水哦，又不用用一些化学的药剂哦，然后再来就是最厉害就是说睡眠。睡眠也会变得非常非常好哦，就是说你如果常失眠的哦，他断食的过程，他前一两天他在调整的时候，你一睡的时候，你会觉得会好累好累哦，你会睡得很沉，会很好睡哦。然后睡眠的过程，你就不用去调整姿势，你的脖子肩颈也不会因为枕头的问题而好像在那边瞧位置哦。那像我以前有时候就会一直翻来覆去哦。就是失眠嘛，睡不着啊，翻来覆去一直在调整枕头的位置啦，找一个好的睡的位置啊，哦，一个好的姿势啊。那你断食的过程，你会发现它很好睡以外，你不管什么姿势，它睡都睡得很沉哦。那醒来的时候就会很快醒来，就很有精神。然后还有一个差别就是做梦，梦的时候你也就是不会做一些噩梦。哦，像我有时候大吃大喝的那种过程，你会发现你晚上睡眠有时候都做噩梦哦，做一些梦会惊醒。那你断食的过程，你做的梦都是好的，而且我觉得都是很愉悦的哦。那甚至有时候你也不晓得在做什么梦，就是很轻松的，反正就是你的睡眠品质会比较好哦，所以也是蛮神奇的。另外就是说身体也不会有一些什么疼痛哦，不会什么脖子酸啊、腰酸背痛或什么落枕啊，或一些什么就都不会哦。所以我是认为以上这些症状，就是我觉得大概三天哦，你如果要只喝水哦，喝轻微的500到1000cc 的水，然后这样子撑三天，大概这些症状都会这样出现。不过我觉得应该是要三天啦，但是这个是还是要看个人，我还是在强调哦，你们应该还是循序渐进。先有办法，比如说什么168啦，或者是一两餐不吃再来做齁。还有就是你也要考虑到你的工作的心态齁。如果你是需要很出众的工作，我还是建议你就是减少餐量的次数就好了，先不要做到这个，因为你的身体可能会稍微比较虚弱齁，那你也不建议做强烈的运动。那至于我之前的7天啊、14天、21天过程，我其实之前拍很多影片哈，然后记录的也蛮详细的，还有过程中有很多的问题，还有为什么不要吃一些有的没的补给品哈，我都有拍，你们可以因为影片太多了，如果你找不到，你就搜寻水断食，应该就可以看到我很多相关的影片了。那我最后再强调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只喝水不吃东西哈？我认为断食它应该是一个净化，就是让身体一个干干净净哦。所以我会建议就是不要再补充什么营养品啊，或一些补给品，因为那你的身体就是因为大鱼大肉或者吃得太好了、太营养了，所以我们要让多的把它排出来哦。所以我不建议你们像坊间有一些，它其实它都是在卖营养品哦。那其实不是真的在断食哦，你是要让身体干干净净哦。所以最后就是我再补充这一点哦，你要了解你是要让你的身体很干净的，把脏东西把它弄出来哦。所以就喝水就好了，水，然后顶多补充一点盐就可以了。好，那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了哦，就回应小老弟妹问题。我建议如果你真的要短期的话，就是你大概4-3天就会有效果。当然看你身体的状况啦，如果你身体有很多问题的话，可能5到7天也可以尝试哦，或者更多就是14天。但是我还是建议说你们还是要量力而为啦，不要不是在比谁的天数多啦，而是
我觉得是有时候我们365天大鱼大肉过得很好的生活，偶尔断食断个一年断个一两次也会不错啊，做一个清理。好，那今天这一集就到这咯，希望对你们会有帮助。